2020，我在中信30年，担任校长的职务10年。在10年的校长任期中，教职员的努力下，学生升学表现非常的优良，其中录取台清交城镇顶大的学生总共有82名，台科大44名，北科大182名，录取国立大学1582名，是新竹县最好的私立学校。原任校长简焕清老师于2020年8月申请退休，新任校长廖婉君老师服务中信15年，曾任中信学校学务处执事、文辅室执事、图书馆执事、校长办事室执事。我们有请朱慕兰老师接教。今天来到现场的他是我们人生当中永远的贵人。首先，恭喜2021级及2022级的家长们，您的子弟在今天毕业成年了，恭喜您，您的子弟非常的优秀。今年是2022年，是中信自创校以来首次两个级别同时办理双子竹叶式，而今年同时，我们也为2011级以及2012级的毕业生开箱他们的月光宝盒10年之约。
在去年虽然因为疫情打乱了原本的节奏，但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这些变动也才让今年的我们能够好事成双，圆圆满满。